北北基桃今仔日嘛有放一个风台架，也毋过台北市透早只有风无雨，阁定定出现日头。因为北北基桃并无雨染及这个风台警戒区，加上今日暗有罢免危机的这家人市长谢国梁在台北新北一个桃园进前是提早宣布放假，互外界质疑这个放假有政治考量。上百家人桃园初二放风台假一天，毋过台北市一透早干那风无雨，阁有出日。信义区街头有真侪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一直讲想袂到会休假，好亲像是赚到共款。算赚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这样。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到天气很好，就觉得今天的假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突然掉下来的？镜头来到大卖场，有真侪人全家出动，把握机会来采买宝贵买食食。我们很幸运。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赚到的，反正放假嘛，就也出来走走，没什么风雨。还没有预期会放假，但是就蛮惊讶的。按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上百家人桃园初三的半暝才会雨算入去三桃二风台的警戒区，不过初二却升放风台假，而且前一暗面临罢免危机的家人市长谢国梁，意思是抢在台北新北桃园进前提早宣布休假。和外界质疑讲，这届休假有政治的考量。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就是依照我们既有的机制以及事先是大家共同的讨论来重整评估做出决定。上百家人首长拢强调讲。今日休假是照相关的机制，而且四个县市是一致共同生活圈，休假嘛是四个人共同的决策，无政治的因素，也提醒民众过道会有大风雨。记者综合报道。